是外在美，而是兼顾内在美和外在美的选手们。经过这么多的精挑细选，经过这么多的选拔，那么这些嘉宾们可谓都是才貌双全。相信今天在场的所有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带着一点私心过来的，因为我们想一睹他们的风采。那么很荣幸，像刚刚已经介绍过了，很荣幸的，我们今天有邀请到2019年世界华裔小姐大赛北美赛区的总冠军兼最上镜小姐的刘涵娜小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会邀请到她为大家弹奏电子琴曲。首先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上场。稍微商量一下哈，因为今天刘涵娜小姐想带上最真诚的祝福，将这首曲子呢，不是致爱丽丝，而是致我。而是致今年2020年世界华裔小姐大赛海外北美赛区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
我的梦停住。